屏幕这个地方不是这个地方显示是氮气嘛？嗯。然后我拿鼠标点一下它，点一下它，选择氧气。等一下。选择氧气。嗯嗯、选择氧气之后，然后我再点一下它。嗯。等一下 ，first gas。对。就可以了。对对，发气就行。然后就可以开始切割。对，这样就开始切割。